我是 iPhone 美食板块的编辑，我叫申英。霸道总监正道先生，拍几张照片，编一点情感故事，这就是美食编辑的工作吗？八字相克。我准备重新组建一个小组，专门为了我们的 iPhone 的新媒体专栏，你们谁跟我一起？我第一次和男上司出差，居然开情趣酒店。这个床是？情趣酒店有这种床很正常。你倒是挺内行啊。我，嗯，已经晚了，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吧。我帮你开车门。啊，正道，我怀了，韩非子就是他前女友。我是叶知秋，跟申英从小一起长大。申英今晚是我的女朋友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是她男朋友。申英，申英，申英，过段时间有空的时候，一起谈个恋爱吧。忙忙碌碌，人生海海，幸福应该就是我此时的状态。我似乎相信命运，因为是他，我愿意无数次的重来。我爱你，郑先生。我也爱你，申女士。生活就是和我爱的人共享一日三餐，我会尽我所能去爱我所爱的人。美味是永远去爱的味道。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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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